自张骞出使西域把大蒜带回国，至今已有2000多年历史。大蒜加工的工具也不断创新。大蒜食用时需要去皮，手工作业显然不能满足现代人的需求。大蒜去皮生产线采用多种设备组合而成，可以把整颗大蒜分瓣然后去皮。该生产线脱净率高，破损率低，而且去皮不用水，无污染。再经过净菜线的加工，干净卫生美观。